OK， 那我们就稍微 OK， 那我们就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 OK， 那我们就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柜子长怎么样子。然后我们上面就放了一个 Easy Rig， 然后后面是放 Ronin 的框框，还有一个机械的稳定器，反正上面就是稳定器的部分。那这里有一个 micro panel， 就放在柜子的最上面。这里有一大堆的白布跟黑布。那这里的抽屉呢？那我柜子最上面这里是放比较轻的，像是兔毛啊，然后一些布的东西，我就放在上面，就比较轻的东西嘛。那这里一层是灯光器材，就是柔光幕、控光幕、蜂巢之类的。那这一层呢，就是比较塑胶的配件，像是有 GoPro 的配件啊，一大堆 GoPro 的配件，还有我们的螺丝的部分。那下面这一层就是各种支架，像是脚架、支架、平板架之类的。那下面这一层就是各种脚架、平板架、支架之类的。那这一层就是各种金属架子，就是有。那这一层就是各种金属架子，像是有什么提把、兔笼、快拆之类的，都在这边。那我们第一层的大抽屉，我们分成三大类。这里是传输线的部分，就是有各种传输线都在这边。那这边是讯号画面的，就是有 HDMI 线、VGA 线，有画面的东西都在这边。那这边单纯就是充电线，各种充电线跟变压器都在这边。那这一个角落呢，就是各种工具，还有一个三用电表。